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如何止痒。来，我们先看一下，通常什么时候手会痒呢？来，我们看一下哦，现在这个看起来还好，对不对？哇，你看到画面上这样子的状况，一大堆的绿，一大堆的蓝哦，这个好像又可以合成红变，然后这里又可以合到好几次个绿变，哇，你这个通常啊，想着想着哦，你就把它点下去了，然后再看到娃娃。点下来看到哦，这个好像可以和有一次几率拼哦，哦，这个可以拼一次蓝变哦，蓝瓦哦，好像可以哦，哇，这个几率应该蛮高的哦，然后就把它点下去了，对不对？啊、哦，通常都是这样子啊，我相信90%的人都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又有人在拱我上路了、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要止痒啊，如何止痒？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撇步啊，学起来学起来，超好用的哦。首先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每一个卡片这边都有一个锁头可以按、哦、那你就把它，你有这个锁头啊、哦、把它按下去之后它就会锁起来。好，然后你看哦，我这边锁，这边锁，我全部都把它锁起来、哦、这里有的把它锁起来，锁起来，锁起来、哦、都把它锁起来。好，锁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事呢？当你按合成的时候，你看哎，这里还有一只漏掉的。好，那我们继续锁，锁起来，漏掉在哪里？在哪里？好，这一只啊、喔，这时候 你看，你就看不到任何的这个绿变在这边了哈、喔。不管你有几只绿变，反正你从这里点也好，你看不到半只；你从这里点全部，然后按合成变身卡也好，哦、喔，也没有机会看到半只。然后像这个啊，蓝变啊，哦、喔，最容易让人家冲动的，喔、记得。想不要那个上当哦，不要上当，记得先把它锁起来啊，这样子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心理作用啊，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心理作用。当你在合成变身卡，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心理辅导啊，当你在这个合成变身卡这里看不到任何的卡片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合卡的欲望就会瞬间归零哦，听懂？瞬间归零，你就会对这个，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啊，这个页面好无趣哦，那我关掉好了。好，那我们再前往下一个页面。好、哦，在这边的话，一样，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一样也很想点嘛。好、哦，没关系，我们就切回来这边，然后赶快看到有这个卡片的，哦，通通把它锁起来，通通把它锁起来，一张不剩的锁起来，哦，一个都不留哦，好，锁起来。然后再点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啊，你就看了，好、哦，你就看到了，哇，这个。都没有蓝的，那如果你合成绿的哦，哦，待会哎、欸，差一分钟哦，待会我们就抽卡，哦，如果你刚好可以合成的话，哦，你就把它白色的嘛，白色的你就把它合成。那如果是抽到绿卡的话呢，拍谁？你进来这边你完全看不到一张绿卡，刚才抽到绿卡，你进来这个画面看不到，基本上你的那个冲动就完全消失了，哦，真的，你的冲动就完全消失。如果你会手动，哎、欸，你会手痒，很想去合卡的。小编建议你马上来试这一招，你现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你就可以去同步去把这个关掉、哦、你就可以同步去把这个锁起来，然后把这些通通锁起来、哦、那小编目前自己呢是把蓝变跟绿变，蓝娃跟绿娃全部锁起来。好， 12.01 分，我们来抽卡。那今天有加码，今天有加码，我们现在做一个示范，就是待会我们抽到这些卡之后呢，回到刚才那个画面去，你会发现哎，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哦。你可以现在我们这个画面，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你自己在抽卡。好，来，你看我们刚才有到绿卡，我记得是变身嘛。好，那你变身进来之后，你看刚才绿卡，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不是完全你不会对那张绿色的有任何的这个反应。好，我们这边有白的嘛，那我们就来合白的啊，合白的，管它是什么，中绿的也好，中白的也好，好，反正就这样子。好，变身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再来看娃娃，你看一下这里也不会看到任何白色的啊，没有看到任何这个绿色的啊，就这样合成啊。待会如果，哎、欸，还是白色哦。好，
来吧，让我中一张绿的吧。哇，没有机会中绿的哦。哦，反正不管如何，刚才如果中绿的话，它重新回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也不会看到绿的。哦，那这时候你就不会去想说，哎，我这个里面已经有几张绿卡了，我是不是来算一下，哦，可以合成几次哦？你就不会去想到这些东西了。哦，这样子，你这边累积起来，你改天你要合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的账号的合成状况是怎么样。好，比如说我现在假设哪一天我想要合成了，我就把这些打开，然后一次一次合这样子。哦，反正至少你有卡，然后不会每次都不小心把它点了消耗掉，点了消耗掉哦。那你会玩得很，你会合得怎么样呢？如果有成功的话当然是好了，但是十次里面有九次是失败的，所以你会玩得很合成合得很无力啊。它当然对结果来说不会有很明显的说什么改变任何的这个几率，不会，但是它对你的心理作用来说是影响很大的哦。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制止你的手哦，你的右手哦，啊，算是没有分手啦，有些人是左手啦。如果你真的想要制止你的手去点卡的话呢，你就要记得用这个方式，对不对？好啦，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